我们现在是退至后方，必须尽快找到孙将军才行。 受阻，我相信你值得托付，哪怕将他捆回也无妨。可否带我上前拦住他？不必担心我，你先去。不必担心我，你先去。 Thank you.
继续进攻，为了孙将军，当万死不辞。这回不过是一时大意。等你不会因为一时大意而打败仗，再来与我顶嘴。行了，老爹，我
我自己能回去，不服，别再给我增添麻烦。切！切！抱歉，我先将这笨儿子带回去。此地可否交给你应付？若能使用前方机关打开城门，就能放友军过关进军。只不过，敌方将领似乎不好对付，你要小心。 若能使用前方，就能放之不过。
Yeah!
全部运往梅屋。 在洛阳放出妖魔之后，便向梅屋撤退了。都城竟毁于一旦，曹操军会自行追击董卓，告辞。孙坚也尚有要事在身，请受先行告退。备用一言，还请将军对京师百姓施以援手。小女也同样恳请将军，如今。 能仰赖之人还有，若是您的话。